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杨志卖刀》，表演者尚九锡、郭笑汉。我师傅刚才来了吗？这怎么什么情况？哎，听我这拧的还挺瓷实，朝下面刮的。好了，没事，恢复到了人类的高度，太爽了啊，是吧？大哥说你嘴长，你还美呢。嘴长我是鳄鱼啊，不是说你嘴太长吗？说我腿太长，个高。哦，腿太长。再看看，你们是花钱看腿来了？不可以，花钱。加钱，加钱，前面喊加钱，后边也喊加钱，你加在前面，让前面报不好。不是，我挺好奇的啊，刚才二楼大哥能看见我的腿，独具慧眼呐？怎么了？你二楼都是一个俯视，才能看见腿。哦，啊，望远镜啊！哎呀，望远镜多少钱买的？我猜那玩意儿干嘛？我就是你聊的嘛。对呀，不是问你多少钱，你让我猜，你跟我互动，主要我也猜不着。好吧，玩笑了，给大伙说相声，到这个天津来了，对吧？大伙这都是喜欢听相声的人，那是。前边刚才开玩笑，其实咱都认识，师兄弟儿。对，李萧乔说一段传统的节目《同仁堂》，哎，不好来，是，哎，成本大套，好几百句，汤汤汤汤脱缸而出，多脏啊！那就脱缸而出的。脱口而出啊，脱口而出啊，背得很好，吐字特别的清楚，大伙儿的字字入耳。其实呢，很遗憾，其实呢，今天的状态一般，这还状态一般呢啊？为什么呢？之前呢，就是背的劲儿更高，啊，就更喝着。是，这两天不行，有点下呼吸道感染。啊，那个、下呼吸道感染，这是什么病啊？刚才没错啊，脱干干出。下了身的事儿，那就是对，身体上有点小小的不适。哦，嗓子不舒服，对，下去休息休息。这场就给我们俩又换上来了。嗯，上来一看啊，就是挤满坐满，一楼啊，二楼啊，我也看不清这个大底红灯也太亮了。三楼有人吗？啊，三楼都有人。好家伙，四楼吗？行。五楼呢？有。怎么全是三楼传出来的？好家伙，六楼呢？赢。他下面又打。别说天梯，就是楼上那几层，这都塌了，都落到三楼了，是吧？啊，你注意啊，你注意安全，大哥，你别掉下来了啊！我让你送死都喊。我也看不清，主要上面灯也亮。好家伙，剧场真厉害。啊，行，我听你说的是什么啊？谢谢你们大哥啊。你是没听清。小姑娘啊，耳朵瘸了是吧？啊，对对，哎呀，这是侧呼吸道感染。没听我说什么？啊，谢谢刚才这位这个小伙是吧？还是没听清，小姑娘啊，都是小姑娘是吧？啊啊好啊，行。刚才的小姑娘，谢谢你的忠告啊，我耳朵瘸了，谢谢你。啊，这开心见到大伙儿，确实呢，这种盛况啊，这我也没见着了。今天的新作品，就是好新作品，知道吗？是卖刀，一切知道。前两天儿出一趟国，又上哪儿来了？上英国转了一圈。英国，对，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趟回来之后备受打击。怎么了？我发现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嗯。我到了英国去之后，我以前多多少少还会点这个英文，简单的跟人交流交流。
后来去了英国之后，发现交流不了。为什么呀？英国人口音太重了。哦，发音不一样，太不一样了，真的特别受打击。而且我说这英国人说英语有口音，口音，可能是咱们听着有口音吧。对，所以咱可能长期接触都是美式的英语，人家说的话真是，而且人家比算的当地人说话呢，就说话都特别的快，哦，而且用词都不一样。你看，说出门又跟长见识，你简单的愿跟大家闲聊，普及点知识。您说，我到那个叫曼城吧。叫曼瑟斯特联翻译过来，哦，对，那是一球队，那就是曼瑟斯特，他有两个球队，一个叫曼城，一个叫曼联，哦，俩球队，对，反正球迷有时候也不行，就是一说完到那儿去，到哪个城市都纠结。你要说去那儿了，去，我说过两天我去趟那曼城，然后曼联球迷的朋友说不行，你必须得说曼彻斯特，然后人家曼城的球迷一说就说的，你就得说去曼城，那地方就倒了，就不太明白。较真儿，但其实无所谓。主要他有一件好玩的事是什么？当地人啊，谢谢咱大伙儿，你们都知道说什么呀？三句对吧？都知道，都知道。咱们常人们就是日常俚语常用的是什么？就说谢谢啊，切，第一次我听他都懵了，就是张飞呀，是是是啊，就是跟人一忙活完了，最后说切死了，我说哎，什么也没有啊，啊，后来又切。后来才知道啊，这当地人就是这个用词习惯，所以说出去玩就是挺长见识，多好啊！愿意跟大家伙简单分享分享。嗯，像图瓦现在来说呢，现在相声市场比较的火爆，大家伙就愿意花这个钱。嗯，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呀，都有自己的喜好，各种的形式呀，包括各种的艺术，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嗯，对不对呀？包括有些人说的，我不喜欢出门，哦，宅，他就喜欢在家看电视。嗯，电视节目也很好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包括名字也都起的都很好，都有什么？像什么综艺节目叫什么啊？奔跑吧兄弟，哎，这很火。还有什么电影《摔跤吧爸爸》啊？还有一个叫《出来吧老王》啊。出来吧老王，出来吧老王，这您还看过吗？这是个伦理剧吧？什么节目《出来吧老王》？那进去吧老王。哈哈哈哈哈！进去吧老王。没听说过，没有过去，这看不了，没有吗？没有，没有这些没有，谁不看吧？嗯，反正就说吧，你是不是在英国看的？没别的，那不好没别的，别说了，别说了，那行，哇塞，哎呀，对，啊，你看那行，把耳朵看坏了。你这又出来个老王，如果老王要出来了，你声音放到最大，老王说啊，不不，我操，不信老男人，这不跟你说去，就说电视有个节目，电视的节目形式种类有很多，哎，现在节目多，对不对呀？包括像我们说的，觉得看看电视节目，哎，有些这个节目呢，跟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像优秀的师兄弟也参与到了其中。都是点熟的人，对不对呀？包括有时候他还给你能看见过很多的诗歌，嗯，确实的像说的好啊，哦，能参与到其他的各种的艺术形式里边，对吧？能去那儿到那儿去什么演个综艺，嗯，演个电影，很多，演个电视剧，嗯，演个老王，演老王有点危险啊，反正就是吧，能涉猎其中嘛，都能上电视，都是人优秀的诗歌们，嗯啊，像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机会偏少了一些。他最近呢，也是算是能有个日子吧，说相声，我就很知足，嗯，满足了啊。那你接着吃。对不起，我这个中呼吸道有点感染，你全身都感染了。你消气垫儿放你啊。就说啊，就是我们就很满足了。当然说的感染上，我聊了半天了，俩人相声，这郭笑汉的，对不对？和尚九锡就是俩人的相声专场，是，哎，跟他也得聊聊天儿。确实，你说这一段也是有日子没瞧见啊。对，啊，看着你，就是说最近你这这段时间都忙点什么的？没什么可忙的，我就接着不戏。你这感染很严重啊！你治治吧你。你说什么呀？我接着不戏。哎呀，你这人聊天，我刚才说的那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师哥们啊，涉猎。拍戏呀、啊，拍电影的，把、啊、你这轻描淡写的，没说什么，我接的不戏。干嘛
他人人状态突然变了，优秀的师弟接了部戏。为什么走不出去？因为你在老王的背脊里。不是，人家人是导演专门找的我，不是你，好家伙，你一说相声捧哏的，你会演什么呀？捧哏也在台上塑造人物呀，人家就刷抖音刷看，哟，这小伙捧哏捧的真好啊，塑造人物塑造演什么相声的，演傻的像傻的。人家说这古人戏。请我去演傻子对吧？不是演傻子，人看中我这个表演天赋。啊，需要人的演戏知道演什么吗？演老王。你看看，我就说这个剧受欢迎吧，都有一二十万。我还得国外上学，不是吗？不是，我演的戏厉害，四大名著。演什么？四大名著啊，名著啊。你们跳为什么不找我演？你哪知道啊？不是，你说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博览群书啊，都很了解四大名著，我们烂熟于心呐、啊，我倒背如流啊。四大名著你倒背如流？著名大四。啊，您这还是个好学校是吗？著名大四干嘛呀？全球前快上啊！没有倒背如流，您把书的内容倒背出来呀、啊？疯了，那谁背得出来呀、啊？背出来你别说呀，说这内容情节我们了解，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我们来演。哦，这是你演的。你感觉双呼吸道感染了，你都流脓了要。怎么了？不是你，不是你，你出来，人家都导演了，你来演啊？我说那不可能，我就说的是演名著戏。哦，四大名著你演哪个？演什么？演《西游记》。休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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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不对，哥仨各走，毛儿唐三藏七天取经，还是帅。当当，没有，也不是三国，我是三国人热，我没说呀，三国也不是。《红楼梦》，《红楼梦》对吧？接着猜，《红楼梦》找你演，找你，《红楼梦》找我演什么？找你演贾母。贾母我演不了，我能演你真爹。大老爷子演你啊，贾母，不知道别瞎猜啊。水浒传，水过吗？水过，水过我也看过。你看我把名说准了，对吧？谁过？水浒传，水浒传，你瞧过？找你演谁？能演谁？梁山好汉，疯了，找你演宋江，又是说黑话。别提诗了，宋江轮不到我，我肯定演不了。哎，是吧？我不是宋江，当然不是。演大郎喝药。不是鲁迅，不是演吴用。你最喜欢演吴用的？你才吴用呢！那不是，我不是演这个梁山好汉。水浒传不演梁山好汉。演小商小贩，对对对，演武大郎，别心里急，我一米七六，我演武大郎。那你演，那你演别人卖脆梨的，脆梨，大官人要梨，脆梨，这都是个骨头。这玩意儿真挺熟的，我的说法都演的是反面的。西门庆，吴孟达那虎，反面人物。不是很靠身体的那个反面，不靠身体的反面，身体就是纯是演技，演技台词，表演基本功。高俅，不是高俅，哎，对，高衙内，也不是高俅儿子，对对，不是高衙内，高衙内身体的，哎，不是高衙内，不是高衙内调，对，高衙内，对，高衙内调戏妇女，我说的不是高衙内，妇女。我说高衙内调戏是高衙内，
行了行了，您甭猜了，不跟你闹。我演那犄角旮旯，你能猜着？猜不着啊！这么费劲，猜那么多人，我能猜着？你演谁呀、啊？牛二。你演谁？我演牛二。行，我演马大帅。你演牛二，你跟媳妇儿演配，离婚吧，离婚吧，牛二就来吧。这玩意儿也能串戏，都不要让他当家里头。提什么当家？没看过。老师的，不是您，您那不马大帅吗？牛二，我这《水浒》里面杨氏卖刀里的牛二，杨氏卖刀牛二，杨氏卖刀里面也有牛二，有啊，你都不知道吗？杨氏是谁呀、啊？杨氏是梁亮啊，青面兽杨氏啊，杨氏啊，卖刀啊，碰见那个泼皮牛二啊，无赖流氓，人家十里八村有名的大流氓，十三岁气死爹，十四岁打死娘。沾人的事儿不见得怎么沾的事儿我演要不说这个导演呢就是独具慧眼我演人看着我了找你演的就是本色出演本色出演本来就演的最好我能塑造这个因为人戏份不多我就串个戏我拍戏就得了啊就这么着拍点戏就演完了我都进组了是去吧，你拍吧，我跟你拍吧，哎，拍戏，我说我下来，你拍戏去吧。不是我倒是想再拍一半，行了吗？嗯，拍一半都拍不下去了。嗯，为什么呀？你别乐行不行？要乐你憋一会儿。不是我拍不下去了，哪开心了？为什么呀？里面有老王的戏份。什么我老王？就不是，是给杨氏的演的。哟，这演这杨氏的怎么了？出事了，本身这角色长得。出事了啊！出事了，上热搜啊！没有，小演员那名字没上热搜啊！出的什么事？首先，这演员名长得就特别好。杨氏大家都知道外号是什么呀？青面兽。刚说了啊，青面兽杨氏其实就是这块有一胎记特别大，青的。啊。然后这演员人打小这儿就自带一块胎记，不用化妆，而且打小练武，武校毕业的。这就本身就青地方。对。这样徒弟省了多少的说话费？那可说呢，导演都喜欢这演员啊。结果有一天拍完戏，出一个人喝酒打架，让人把这点也打清了。现在这半拉比这半拉还清，黑青黑青的，这玩意儿杨氏演不了了，能换组吧，去四川。打个帽子。有一个新戏叫《花花的世界》。这演什么去了？花花。演花花的爹。熊猫嘛，这个是你这听着这事儿够荒诞的。对，我觉得脸青了，青完之后了，啊，就没法演了。啊，确实是耽误事啊。这现在正找演员呢，我们全组都等他。导演，那不是这刚才说什么？组里边干嘛？就找演员呢。找演员啊，找杨志演员啊，看给大伙儿给瞧出来的。啊，这说相声的多么的不团结。说相声这一场下来，首先人家有不细节没料啊。自己瞄着瞧着开心着，哎，你看里边拐一角色，你一场啥了？现在找角色，这我跟家蹲着呢，不找我。你说这说相声，那会儿你在英国吗？你一句话给我聊回来了，那漫游多贵呀、啊？就为了省一电话费？不是，当时你没缺这演员，现在可刚缺了嘛，前几天我才回来。对呀，你看这都缺了个演员了，你看对不对呀、啊？哦。你有推荐的人？不够太棒太棒！你帮我推荐一个。我推荐有一人啊，就有一人，就那人你挺熟的，跟你一场搭档，说相声的，浓眉大眼的。浓眉大眼，三哥，郝云龙吧？谁？不是，就我们大风向后站在一个场上，大人过来去，我演的好远啊！不是，就我来当现场的嘛，给你推荐人，鄙人。你没有我，咱演那杨志不挺好的吗？你会演戏吗？你演杨志，我怎么不会演戏？你演过戏吗？我怎么没演过戏？我演过情景剧。啊！演什么呀？演过就演过《家有姐妹》。家家小旦。就那么三五个字。大老爷们儿，你演姐妹。演少小旦。是不是我得演呀？我这都喝完了，什么？我演姐妹，是里边有我姐们，我追那姐妹。哦、oh. 不是我问清
才是最美。哎，无所谓，是你们就行。那要不你来牛二吧，你这活流氓啊！你这是，什么给人又不合适，一点都有事了，你们怎么开心啊？想演，对呀，那行，我就帮你推荐推荐，给导演说一声。哎，就是那人用不用这两说，这我做不了主。到时候您该该试戏试戏，该排练排练，这我就帮不了你了。还挺费劲啊，赶紧的递个话。那你这么着，我试试试戏之前，哎，对吧？那戏你熟，你之前我都跟着人家演过一阵儿了。啊，对，都快演完了都。那对你帮我先踩开踩开，回头会见导演，对不对？这一看咱俩这一配合，哟呵，这次怎么这么合适的？哪儿都不对戏，上去怎么演？哎，好，可以，这小孩哪能帮？对吧？对吧？行了行啊，这个导演，我现在北京是套房。那你住天津吗？我在北京学房，我来天津干嘛呀？说话了对吧？不是，你不表示表示吗？啊。我家房让你住三天，你几间房让我住三间？不是三天，住三天。你怎么你二天八宿呢？你不是下回知道感染了，我还得去。不是，应该行，我就帮你找房，行吧？对吧？你可以多说说戏。我回头把那剧本我给你复印。不是，你得跟我演一下啊，没人没见。我还给你对戏呀、啊？我试试，对吧？你知道对戏多累吗？就两天。你这么那俩礼拜，我肯定补一下啊！我呀，我太傻了。行，没事没事，出来出来，一场大的帮个小孩。王老师，你这现在是人物里是人物外了。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牛二已经上身了？不是很开心啊？行行行行，咱们对吧？你陪着我，咱一块儿一块儿演戏，一块挣钱。那这么着，我先跟你说说这个大概剧情梗概。行。哎，杨氏买刀这个典故你听说过吗？哈哈哈哈啊！你下边做了我很多的事情，没听过？你刚才还说倒背如流啊？你这不都说吗？名儿倒背如流。简单给你讲讲啊，杨氏买刀就说青面兽杨氏啊，你说了吗？不是啊，人上梁山落草为寇之前，人是府上的差人，之前是搞这个护送押运，结果工作中出了两个失误。第一次失误啊，是护送这个花石纲，结果船沉了。第二次呢，运送这个生辰纲，结果让人劫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这就说明杨志不适合干快递。你这玩意儿两回送件都中间，你下回送送成一个保价呀？就是哪个年代的那个时候还能保价儿？那他怎么这么笨？你干什么生意去了？不是，人那会儿的社会就是动的。绿林好汉呀，什么什么劫道了呀，山贼呀，全是这个，没办法，就让他赶上了。那后来看这官可能做不了了，没办法，花钱打点关系，处处请人吃饭，到最后身无分文，实在是没办法，一天都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把自己这口祖传的宝刀拿到集市上卖，走到这个天坛洲桥啊，就要买刀。可巧了，这块就是那个泼皮牛二的地界，牛二。我知道。牛二就找茬儿啊，他又不真买刀，就问说这刀怎么怎么样，样怎么样，就有起了争执了。杨志失手把牛二就给杀了，这没办法，清王孙都围着自己走不了，怎么办呢？去官府投案自首。然后就大概就是这一段戏，这很简单嘛，是的，试戏就是这一段，这没有多复杂呀，这没有问题，很简单。行啊，来吧，咱直接来吧，就这么简单，直接来啊。对呀啊，那行，那你那个。对，你给我弄把刀。对，昨天卖刀，弄把刀。我给你弄把刀。对呀、啊，相声演员带着刀上台吗？你这说的怎么了？相声演员就不能带刀上台？相声演员还有带剑上台呢。啊！对吧？还给他台上还耍剑呢。耍剑都是张九南嘛，你非得把名说出来吗？对不对呀、啊？你都没有带，对吧？人都带剑了，你不能带把刀吗？那是去去和道去，咱不用。人家年龄报该的。这就是排练啊，然后大概这个机位我跟你说一下啊，就镜头关系、镜头语言。首先你是杨志，你抱着刀啊，先走到这个桥上了，好，要卖刀，好，镜头主镜头先切你，哈哈哈哈哈哈，镜头先给了你啊，然后我是牛二，我从旁边过来，发现你在卖刀，就开始了，就开始了，行，来吧，坐吧，坐吧。啊，你去吧，去吧，一边儿过啊！这个开始，亲人对我啊！
Action！ 咔！废话，我喊 Action， 你还这么喊 Action？ 这都录里边了吗？太不干净了！你就是个戏精！自行车就开始当真的段子了。我看流氓了，流氓，那流氓半天耍半天流氓了。
我那是人物啊，虽然我是流氓，但我是人物啊。我问你干嘛呢？轮到我卖刀啊，卖刀啊，我都开傻了。你说我怎么样？干嘛的？卖刀，卖刀，多少钱？啊，多少钱？多少钱？你这么着，看见没吧？但是你买之前你看好了。完之后我退不换，又是自己，不行我给你发书上报复。我这逛咸鱼来了，这都什么词儿啊？哎，你看上去他是一个咸鱼，其实他是一头宝宝。我一口吃，你给我玩我一口。不是你说什么的？你拿着当上房保镖了是吗？说戏词儿是吗？戏词儿，我问你多少钱，你得回答我呀。三千多，你知道吗？多少钱？三千多。三千多？什么鸟刀这么贵？呸！干嘛呀？推我呀？你说大伙听的这人是人吗？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你看着给。他说不行，你说三千吧，我说三千块。什么鸟刀这么贵？你什么脾气啊？我那是人物，你有腕儿的反应啊？三千块没有这么贵的东西，知道吗？那肯定是吃鸡，什么叫他三千块啊？你我说完这词儿，你得接我这词儿啊！行行，你得说这是祖传的宝刀啊！好好好好，什么鸟刀这么贵？这是祖传的宝刀。宝在何处？宝在何处？这口刀，白天看的是一把刀，到了月圆之时。他会变成一匹骏狼，变成狼，神奇不神奇？意外不意外？刀还是不是刀狼啊？对，晚上还自带 BGM。我把过江东两岸留下你呀、啊！你这真词儿，咱就不说了。照着台词说呀，那不是对呀，那你别大位啊！我问你，宝在何处啊？你得告诉我这好处是什么，它的特点。特点，我这口刀，前凸后翘，浓眉大眼。就是刀是什么？你说特点？特点你得告诉我，能够砍铜落铁，刀口不卷。我刚才说的是浓眉大眼，不一样。什么一样？我这口刀能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哎，傻子，我这儿有一沓铜钱，你当着我的面剁给我看。什么？有一沓铜钱，剁，当着你的面剁给你看，把它给我剁了。铜腕儿，铜官府衙门铜剁人啊！再见。不要。那边官府过来了。还到真的还看一眼，到在哪儿？不是我缺钱吗？你缺钱再不了一几本啊？啊，行行，这家英雄好汉的，你是卖刀的，刀卖了不就有钱了吗？这家证明给我看，把这铜钱给我放哪儿？先给我放哪儿？行，好，好嘞，好嘞，好嘞。我刚才没那么低，我那铜钱高高的，高点，再高点，高吗？你手指残疾是吗？高，你要再高喝不了了。给你倒酒来了是吧？高，这有那十五里有什么呢？行，这就有一块红钱，一块红钱啊，都给你看，都要看，砍多少钱？高五钱。好，好，那，你看，还有什么本事？还有什么本事？嗯，居然还有本事。这口刀能砍能剁能切菜，下地还能收小麦，挖个鸡眼特别快，最主要拿得开票。神经病啊，哪来这词儿的？我问你还有什么？我告诉我，这刀还能吹毛即断。哦，这个刀还能吹毛即断。嗯，怎么能吹毛即断？吹毛即断呢？谁问谁？我问你啊！
心疼。您告诉我，就是拿一撮毛来，放在刀口上，轻轻一吹，齐齐断毛。哦，这口刀，拿过一撮毛来，放在刀刃之上，轻轻一吹，齐齐断毛。我要看你个吹毛奇断，我要看看吹毛奇断。嗯，好吧。腿毛啊，有点硬，揪不起来。放心，不行，腿毛不能太短了。拿头发，拿头发，拿头发啊，头发就算了吧。怎么了？毕竟不多了。你能拍戏还带这点头发，有点邪神经的。有点邪神经的，再别说话。近点一点。哎呦。放在刀刃上边。到底往哪飘啊？你告诉我。他看到我看这儿。祝你生日快乐！我生日后面那没有。接着说事儿啊，干吗？不行，不能吹你的毛，得吹我的毛。这儿有点痒痒。吹点，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别给我过生日啊！接着演戏。哦，还有什么本事？他居然还有！上帝，那没看过书啊？这不是永志的宝刀啊，这可能是一把瑞士军刀。功能太多了，什么瑞士军刀？还有什么什么？最后一样，你得告诉我，要杀人不沾血。哦，还能有杀人不沾血？我要看你个杀人不沾血。好嘞。到那儿你直接走了是吗？不，哎呦，不用走，等不及了，这您大英雄当兵直接走。不行，说词儿，说词儿，说词儿。有词什么词啊？光天化日跟个水姐杀人，然后呢？找小狗来，我给你杀小狗。哦，这么个词儿，行。光天化日之下怎可杀人？你给我牵过一条狗来，我杀你。我牵过，没人。非要牵我这儿吗？没有这个。哦，你牵过一条狗来，我杀给你看。你说的是杀人不沾血，你可没说杀狗不沾血，这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大了。你人在这儿卖刀，我能说你狗在这儿卖刀吗？哎，你这是血口喷人啊！我是血口喷狗。不是，哥小孩，我先问问你，就你刚才这两句是戏里的词儿啊，还是你跳出人物来骂我？是戏里的词儿，编剧就是这么写的。怎么现在这么自然呢？因为我的表演很自然。啊，行，我血口喷狗。你这人不是诚心买刀的，我不跟你抬杠，我不卖。哎，不行，我不要，我非要买，我非要买，我不卖了，非要买，我不卖，我让我卖给你，你干嘛嘛？你我不卖你，你凭什么？别哭了，别哭，干嘛呀？不是，到这咱俩起争执，明白吗？起争执，你推我一把，给我推到黑场来了。我跟你生气，过来打你，打你，咱们就起争执吗？这时候你失手把我杀了，哦，那没事啊。杀完了以后，你官不自首，这不完了吗？啊，行，你都推完事儿吧。啊，行，你推我一下。行，你这人不是诚心买刀，我不卖给你了。哎，我就要买，不卖给你，我就要买，就是我就要买。我全懂了，你是不是碰瓷儿？怎么敢碰瓷儿？你是不是过来打我？我拿刀一比划，你给我来个假死，然后你死的不干净，站起来扭着我。这事我看多了，我什么碰瓷儿还得你？不是，你碰瓷儿你敢动我？我这过来要打你，给你刀，完了你得反抗，你一刀就给我宰了。哎呀，你就来假死吗？
吗？别假死，真死啊！真死，一刀两断杀了，就死这儿了。那我杨志呢？杨志，您去官府自首啊！自首完以后，刀给你没收了，人给你打了大牢，严刑拷打伺候。你那死就是真死，那我那打呢？真打。没必要吧，拍戏做不成样。不，您打的那段人是特写，而且是现场收声，就是导演没有化妆，必须真活。这嗨，真打呀？没真打。那你要是死都死了，就你挨完了，你干嘛？我杀青了，我没事了，我明天回家了。行，不下啊，我今天搞电影演出。演的很详细。哦，就这么点事儿啊？你干嘛呀、啊？来，再来一遍。不是，不要忘了，就是跟你说一事儿啊。其实可能你不知道，就我爸这人，其实呢，我这人吧，就是也特别喜欢牛二，就牛二，我特别崇拜他。我从小就喜欢牛二，我家里都不知道贴了牛二的海报。牛二海报，海报，对，我爸就贴了牛二的海报，小虎队牛二。对吧？俄巴斯反战王，这是一套的。对，我们家都接这个。好，我喜欢牛二，我爷爷也喜欢牛二，我爷爷最喜欢五十二岁的牛二。就你常接的是二锅头，不是吗？不是他好喝，我们喜欢就牛二也喜欢。不是你喜欢的喜欢，喜欢什么的意思呢？就这个角色其实很简单，我也觉得哎，简单你把这词儿来，这你说完我这明白了。你来这能杨志吗？不是牛二已经定了，现在缺。无所谓的，算了，来就完事儿。你媳妇也没事，你开拍，穿成你牛逼，不是演不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法演。我怎么演不了？角色定做了，还很简单，牛二上不能一干。吹毛即断，哈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怎么就知道是什么毛。就是说你薅我两根头发放在刀口上轻轻一吹提起断了。哦哦哦哦哦哦拍完头痛了。捉你呀！老黑，别胡闹！我行，吹毛巾吧，你是卖刀的，怎么能吹你的毛？吹也是我的毛。啥意思？